这两个爱心小馒头。我看你吃饱了。我在吃。哇，你的爱心破掉了，你这个爱心被你吃掉啦。合体啊，那你的苹果牛奶喝完了吗？哇，这个爱心被压扁了。怎么变成？你合体给我看。看这样子，这样是爱心哦。好，分开分开。啊，合体合体。它还可以反过来组装哦，变成一个屁股。看，这里有一点点的屁股。变成屁股了。很好吃呀。今晚一定要讲平摊的，我大家配合着做。那你已经喝完了吗？这个太好吃了吧。又裂开了，它是这样的，要裂开。又裂开又得女啊。